等一下哦，好，这边他说他要你用黑笔，有没有看到黑笔两个字？用黑笔把海龟的周界描出来，但是他下面又说，就是在涂颜色的时候，避免使用黑老笔。师，谁在说？哦，那个谁了？吕尚恩说他进去了吗？俞敏我洪看到说他他进了，去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谢谢你，本来。吕尚恩，不用再试了，你试了15分钟都没有进去，不用再试了。哦，你刚刚不是一开始人家你同学都还没退出就已经给我按好了啊？人家每个人都上线完，就剩你进不去。好，现在请你拿出你的习作。刚想说奇怪是女生的声音，她说要我描按了，她他就的，空无一人。那应该是我们大家都下线你才上线吧？有些人连里面的这些每一个，就是把他这个全部的线再描一次。错，他说他只要描周界，周界描完只会长这样，只会有它的外面而已。因为我们有说周界就是它的界限，外面的线，所以包括这一条、这一条你都不用连起来。你现在仔细的看你的习作。有没有就是连起来的？然后他有说，请你用黑笔，老师，我就要脸了。对，不要连里面都连哦，因为有些人没交作业，我就没办法看。但有交作业的有两个，全部的线都描给我，没有，他只要描周界而已，所以只会有最外围的框，所以这边不用画。这里也不用，就是它连起来的地方都不需要。如果你有连的，现在把它擦干我净可以哦。进去拿下你大餐里面我刚描的吗？可以，我就说很多人都把全部描起来了，错哦，它只要描外面的线。那我等一下给你们看新佑的作业，他的作业画得很漂亮。老师可以涂颜色吗？我先让你看一下郑欣佑，等我瞧一下这个，他下面就有说啊，你可以把海龟涂上颜色，然后全部只有欣佑有涂，但虽然他拍的歪歪的，我先给你看他拍他的作业，作业。新用的就非常的清楚，你可能要自己放大。哎，我可以哦。他的就只有描外面的边框，而且用他应该新用你用奇异笔描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用的是彩色笔，哦，好，还也是可以。金黄色？黑色的线，它的界周界非常的明显。那他的乌龟，他也有帮他上色，你们全部只有新用有涂颜色。他没有说要涂，但是刚好改到新用的时候就觉得哦，这个蛮漂亮的，也很清楚。所以你的周界没有用黑色的人，请你等一下去拿黑色的来描。有人用荧光笔超级无敌亮，然后你一拍上去又很浅，我就几乎都看不到了。所以请老师，你我等一下，在下所以请你等一下，全部改用黑色，没有黑色就你的那个铅笔描黑一点。他也看得出来，就是不要跟他原本的这个一样淡，要像这样子有区分出来就可以。好，我要关掉咯。哎，现在很多人很努力的在画画嘛。好，所以昨天的作业其实不难，数学超简单的，应该很快就写完了。然后右边这一页79页，他要你数，我记得好像没有人错。场内有几个人？雅轩，场内哦，6个人，对，场内就是一二三四五六。尚恩，场内有几个红色？场内欢迎收看有阳3个红色，对，这三个，有一个太阳，评论场外有几个人？然后我们这一个，
六点多了在下雨。哦，对，有五个。好了吗？那不是要你数这个，是要数人哦。总共有五个人。好了。那场外有几个蓝色呢？橙子有。老师，我搞了。姐姐有在那查。橙子有。去就边改啊。挂网吗？没有了，要改了。吴宇桥，场外有几个蓝色？他还在吗？这个字实在是太美了。那就星佑吧，星佑有几个蓝色？对，有四个。所以吴宇桥跟陈子用都挂网，是不是？那我今天要上的是，我昨天有说我今天要上，有没有要跟五年级一起上课？先关一下麦克风。哦。好，你这个订正完了，请你把数学课本拿出来。魏乔，刚叫你不回应哈，现在突然打开了。刚刚平板当机，所以我就关掉了。好，可是你还在上面。好，现在请你看到数学课本。第142页，昨天我们有算完 b 的周长，现在请你算 p 跟 m 的周长。它一样，每一格正方形都是一公分，一样不要数到里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样是错的哦。它要数的是它的周界，就是它外面的线。我们一起数好了。老师写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啊，这里陈子庸又过了，这里几公分呢？吴宇桥，一公分。哎，我画了一二，这样是两公分。那这边呢？一二三四五，雅轩，这样是几公分？五公分。对，五公分。这个是长方形，所以短边会一样长，长边会一样长，所以五加五再加两个二，答案是14公分。昨天有人跟我说12，错，这个是14，你要两个五加两个二合起来就是14。陈子悠，陈子悠。不在啊？干嘛突然开机？有请。好么？雅娜，你算完了对不对？好，我等一下要讲一个更快一点的方法。我们先用平常的方法，一样就是把它数出来。这个形状比较不好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所以呢，总共就是20公分。陈子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刚叫了两三次都不回我呢。因为我被退出了。你哪有被退出？你一直挂在那里吗？我等一下会去一个有歌声的地方哦。那不要开麦克风。OK。有歌声的地方。好，我要问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呢？除了这样一个一个每一边都数出来以外，还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？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。李白，陈子悠，白李，陈子悠。好，我要问，如果我把这一条线移过来这边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你觉得可以的举手。哎，只有迪尼顿跟少恩觉得可以。好，
答案是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算的是他周界的长度，也就是说他界限的长度，在这里是几公分，亚娜？哎，你比一过来一点，对，这样是两公分。你把这一条线移过来这里，它还是一二两公分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条移出去。那另外一条呢？下面这一条也可以移上来，在这边，因为你看它在下面也是一公分、两公分，在上面也是一公分、两公分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凹进去的线通通往外摆，哦，歪掉了，冰箱有饮料了，就会变成这样。那这一个呢？嗯，这个你就不要算了，因为你已经把它推出去了。那一样，这边它也可以把它摆下来。两公分，这里它也可以推出去两公分，所以它的形状就会比你它现在原本绿色的线还好算，就会变成，等我一下，就会变成一个长方形，它的边长就会是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公分。那这边呢？一二三四，四公分。长方形的对面一样六公分，短边一样四公分。所以六加四等于十，再加一个六加四等于十，十加十是不是一样等于二十？二十。对，所以他在算周界的时候，他是可以把他的线往外推，但是你往外推之后，要记得这一条就不见了，他的线就在这边。那这个你往上推了，所以就在这。只有周界可以这样子推，如果以后我们学到面积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你这样就多了四块空间。所以现在在学周界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把它的线往外或者是往上推，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形状，这样你就很好算，不用一边一边数。但如果你怕错，就是用我们最一开始上课的那个方法，每一边都数出来是最安全的。但是如果你会这样子往外推的话，它是最快的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类似题。嗯，这样应该看得清楚。好，我要问Noah 上线的，对了，第十二，第十二。Noah， 我要问你，波的边长，长边几公分？你三吗？不要。你再算算看哦，几？买了十一克。Noah 多少？买了十一克。对，答案是四。所以它的长边也会是四。短边多少？雨乔，这其实我想不行。对，三。哎，你们蛮配合的，很多人有比。藤子悠，你没有要上课，请你把麦克风关掉。你的同学没有要听你唱歌。好，所以它有两个四跟两个三，三加四等于七，两个七就会是十四公分。好 ，P 的形状，亚娜，我要问你，我要怎么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长方形？把那个，你要先推 A 还是 B？ 先推 A。好，那我的笔停，你告诉我要推到哪，你就跟我说停。停。好，所以是推到这，变成这一条。
好，振兴要 B 要怎么推？一往上吗？没有啊。那往下吗？嗯。好，到了跟我说停哦。你超过了，你超过了，你超过了。我超过了，那这样没有完整呢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把亚娜这个、哦。所以你觉得只要推到这吗？我想想啊，这有陷阱。陈子悠，星佑，你先想一下。陈子悠，你觉得星佑说推到这就可以了吗？陈子悠又给我装死。陈子悠，你觉得推到这就可以了吗？答错没关系啊，你觉得推到这就可以了吗？还是还要再推呢？雨珊，我在问你话，你是在听音乐是不是啊？没有啊。那你有回答我吗？你觉得到星耀这样子到这一条线就可以？啊，对，到。因为他说往外推，推到这就可以了。下课吃。没事，点头或摇头，不要吃东西，可以吗？点头。好，那我要来问陈子悠。不是公尺公里的换算。陈子悠。好，爸爸，你觉得推到这一条线就可以了吗？不行吧。那要推到哪里？这里吗？哪里？这里。错，走错。是吗？往上。对对对对对。这里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一条。明佑，你觉得要推到哪一条？不要推。不要推，没有不要推这个选项，我就需要你用推的。我不想推。啊，那你觉得是哪一个？左边第二排第二个。我说亚娜，你叫亚娜是不是？他就是推到陈子庸刚刚说的地方啊，没有错啊，就是这一条啊。就是把这个 B 往下推出来，它不是因为它只有一条线，它只能推一格，它不是这样子算的，是把它的长度一样长，可是你为了要让这个形状补满，这样子比较好算，所以你可以哦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推出去 ，A 就会变成深紫色的这一条线。B 就会变成浅紫色的这条线，那原来的这两条蓝色的线就没有了，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完整的长方形。因为你看它在这里一公分，它在这也是一公分，它在这还是一公分，所以你不管推到哪里，你为了就是要让它的形状补满更好算。那这个 A 呢，一样，它一开始两公分，你推到这边是两公分，你推到这也是两公分，你就算推到最圆这边也是两公分。所以我们推不是要看它有几格，只能推几格，而是要看它有多长，你要把它补满。哦，好歪。你要让它补满，所以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形状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怕你错补不起来，那就是一格一格慢慢算。我们先算有补的，有补的长边几公分？李玉品，长边。李玉品，你有在上线吗？他还在。几公分？玉品，数不出来。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公分，对，五公分。短边呢，雅轩？一公分。哎哎哎，你把它推出来了呢？一、
二，三公分。对，三公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对，五公分的对面也是五公分，三公分的对面也是三公分。五加五等于十，十加三等于十三，十三再加三就是十六。所以 ，b 是刚刚算了十四公分 ，p 是十六公分。那你推出去，你真的觉得老师好难？那就是一格一格慢慢的算。等我一下，我把它放大。一格一格慢慢的算，就是刚刚雅轩说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那这里就是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这样子算也是十六公分。那你推出去只是为了要把它的形状变得更完整，你会更好算而已。但如果你们觉得推出去很难，那就一样直接算。数学没有说一定要用哪一种方法，只要你会算，它就是一个好方法。好，现在请你回到课本第142页的动动脑。他要问你哪些的图形和左边这个图的正方形的周长一样长，所以你要先算出这一个橘色的周长，再算甲、乙、丙，它每一个点点中间的连线都是一公分，请你先写，我等一下再一起检讨。先写第一题就好了。如果你写得很快，同学还没有全部都举手，你可以写第二题。第一题写完，请你先举手。陈子庸，不要挡着荧幕。下面动动脑的第一题，如果你会推的话，也蛮快的哦。子庸、新佑、鼎润跟 Noah 四个举手，是第一题写完了吗？老瞬间放下。老师，那个子庸去给我妈充电器。哦，好，为什么突然讲话？所以新佑跟 Noah 好了吗 ？Noah， 你的都会被你的那个挡住，我都看不到你。老师，要圈起来吗？对，一样长的圈起来。好。老师，我可以先去上厕所吗？可以。好，去哪？别逼着你，我可不可以告诉我的？陈子庸，那你是怎样？我又不醉。Nova， 你连第二题都算完了吗？哦，这么快！你刚刚是不是都在写这个？没有，我在问第一题而已。第二题也算完了。好，偷写的。青佑，为什么你的镜头打不开啊？可以打开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开呢？你很想被记旷课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也没开啊。有啊，吕商有开啊，是你的那个吧？你的网络不好吧？我这边他是有开的。诺亚呢？诺亚有开，你管人家这么多？好的。现在只有四个人写完，是这个很难吗？陈子庸，等一下哦，陈子庸，你回来了没？很远就听到你在唱歌嘞。老师，怎么了？答案有两个还是一个？答案有两个。那我就找到了。答案有两个。那我就写好了。好。那我先雅轩去厕所嘛。桑恩，你第一题写完吗？还没有。好，那我先问写完的。雨乔，请问这一个橘色的周长有多长？橘色的这一个，
周长还是周长？他问周长啊。这一个有的周长有多长？嗯，不会，不会。你要橘色的周长有多长？啊？橘色的这个图形周长有多长？周长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六，错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而已，好吗？哎，你们这个点点的形状还好吗？还好啊。亚娜，你的甲周长算出来多少？也一样啊，一样十二。Noah， 你的乙算出来多少？Noah， 你没开麦克风，乙你算出来，乙十二。乙，那你的丙算出来多少？老师看不到，你课本有啊？你的丙就是142页的丙，算出来多少？丙就是第三个黄色的图，16。对，16。你是不是宕机啊？你在我荧幕上只有你的脸。丙是16，好，所以一样长的就是甲跟乙，所以你可以把甲跟乙圈起来。那我刚刚为什么会说，如果你会推的话，这一题很快。甲，这个橘色的，它的边长是3公分的正方形，每一边一样长。你看对过来，跟甲都平行，也就是一样高。所以你把这个推上去，这里，这一个推出来，甲的形状就会跟左边一模一样，所以它就是一样长。那乙呢，它一样往上推两次，在这一条往外推一次，所以它就会跟它一样长，所以甲跟乙就跟这个一样长，你甚至都不用算出来它到底几公分，你就算完了。但是丙不能推，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谁开麦克风？雨乔举手。我弄完的麦克。举错。举错。亚娜会吗？好，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丙那一条不能往上推？因为它旁边还有。对，因为它这里还有两条线。你推上去补满了，这两条线叫它怎么办呢？所以除非像这样子旁边都没有线的，你才可以把它推出去。这个虽然上面可以补起来，可是这里还有两条线，所以你就不用把它推上去。如果你要推上去，你要记得把这两条线再加回去才可以。所以一样长的就只有甲跟乙。好，第二题刚刚也蛮多人说做完了，我要先问，刚没点到，玉萍，你第二题算完了吗？玉萍，算完了，你告诉我你算出来多少？你是现在才刚要算吗？那我们要换上。我忘记，所以没有忘记好吗？你又没带数学课本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是吧？
不是吧？差很多。尚恩，你这一题算完了吗？算完啦。那你算出来答案多少？16。16，答案是对的。你是怎么算的？一个一个边慢慢数的吗？对啊。好，尚恩是一条边一条边慢慢数，所以它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，这样算出来16公分。你跟尚恩的算法一样，就是一条边一条边数的，举手我看一下。哎，好，那雅娜你是用什么方法算？因为我看你把手放下，表示你不是这样算。把那个啊，把它那个凹下去的推出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把它凹下去的推出去，所以这边这一条你可以往上推，推到跟它一样长这边。那这一条咧往上再推，所以就会到这里。那这一条出来很远到这边，这一条出来到这里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完整的长方形。所以有时候用推的会比较快，你看你这样推完就会变成一个边长，长是1 2 3 4 5，长边5公分，短边1 2 3 3公分的长方形。5公分的对面也是5公分，3公分的对面还是3公分，所以5+5+3+3一样，答案等于16，所以你的答案就是16公分。那如果你是像尚恩这样一格一格算的，你就不用写算式。推出去的，如果你的脑袋够清楚，你也可以不用写，但是写的话是方便你记得你是怎么算的。好，你这两题都写完的，举手我看一下。君佑，你还没写完吗？按错了。哦，按错。好，所以剩雅轩跟玉萍是不是？玉萍，你到底有没有带课本？有点头，没有摇头。没有。没有。你这两天到底去干嘛了？待在家里就好了啊。哦，我在家里啊，但是找不到课本。没有半本课本在你家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的书包是怎样？走丢了？还在。那怎么可能没有数学课本？你就没有用心在找？我有。那你的小提琴还在吗？还在。你们下午要上小提琴课哦。你跟 Noah 早上太晚进来，没有学到怎么进去。好，其他人我们先看挑战题。哦，这一个感觉如果你不会推就很难学会。这一题你如果试出来答案对的人回来可以加一个赞。这个你课本上没有哦，就是只有荧幕上有，所以你写完先不要比答案，直接举手就好。我等一下会问老师，我课不到。那你退出再进来。好。就是你觉得你想要挑战这题，你也算完的人可以举手。哦，雨乔算完了，那是前面的。哦，星佑你算完了。嗯嗯，好哦。尚恩你也算完了。对啊。 Noah 也是。 Noah 刚刚是摇头嘛，因为你们举完手都忘记要放下，就会害我要一直问用电。所以只有尚恩算完是不是？
这个你就没有点点或一格一格可以数了，所以你就要很清楚知道它要怎么推出去。哎，瞬间全部人手放下。我应该知道，但是我走错路了。好，好呀，那可以。袁玉萍，你举手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你算完了？两个算完。林论，你有看到题目了吗？四个人算完，好，再一分钟哦。三四五六，好，你们六个先比在荧幕上你们答案，同时比哦。你的答案算出来多少？用比的。六。李玉萍，你大错特错。好呀，那我看到你的答案了。Nova，你的答案多少？是吗？一，雅轩十二 ，Nova 十四，雅娜二十。丁一论，你算出来多少？你刚是比十吗？啊，吴宇桥呢？跟雅娜一样。跟雅娜一样，卓雅是二十一，星佑你是二十一还是十二？可以啊，因为这里比较多地方。好，星耀你是十二吗？好，你现在可以先下课了。我等一下回来检讨完这一题再上国语。你如果还没算出来，想要努力的可以挣扎。老师几点上课？老师上课，九点三十五。好，拜拜。